值的，来份报纸。要不然绕到前面来。你这是卖报纸啊，还是骗钱？这不是骗人吗？一块钱油条。怎么上我前面去了？你不是说让我上前面来的吗？来，三斤油条，五个鸡蛋包，五碗豆浆。怎么没那么多？回去倒卖嘛。别人家的孩子还等着上学嘞。给邻居烧的，邻居烧的。哦，烧的。麻烦您快点。你快一点，行不行？都几点了。宝贝，别上。你帮我叠呗，我还没洗脸。快点，你早揍了你。你抓紧点时间，你别磨蹭了，你。那是学英语用的，我们班同学都有，找老师买去。刚学两天英语，快把你烧的。那是老刘的。哎，妈妈别急。我叫贾武士，地道的济南人。街坊邻居夸我是个热心肠。可我媳妇说我没心没肺。我的故事就是从这天早上开始的。小马，鸡蛋包挂门上了啊。哎，小贾，我正在找你呢，我有点急事儿，来不及了，你帮我收几家水电费行吗？行行，来，本子在这儿呢。哎呀，记住啊，每家每户七点搞清楚啊。见了啊。是。满多，满多，快来吃饭。爸，我要吃鸡蛋包。鸡蛋包今天卖完了，明天给你买啊。哎，爸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你先吃，先吃。这干嘛去啊？啊，张姐让我帮她收下水电费。她咋又让你帮忙啊？你好使唤呐。什么叫好使唤？也没外人。你跟他一家啊，不是外人。说什么呢？你赶快吃饭，吃完饭送孩子上学，我得马上去医院，大夫又催交钱了。怎么又交钱啊？废话，他不交钱能给我妈看病吗？你要有本事的话，就想想有什么挣钱的路子。一天帮这个帮那个的。这是谁呀？缺心少肺的。啊！把下水道当垃圾桶了，啊！这又堵了。可不，你看看，不然我在这扎苦什么呢？这是，快吃。你又干什么去啊？下水道又堵了。你喝碗豆浆。哎，马上马上。就你能啊！我说不用着急吧，这一通灵就是灵。不好意思啊，又打扰你睡觉了，赶快把那个水电费交一下，再不交人家拉闸了。哎呦，贾哥，你说就这么点事儿，把我好梦都给搅了。你穿上衣服，别着凉。你看，这是你们家的树，二十几，给100吧。找你。哎呀，不用找了，我还差你鸡蛋包钱呢。哎，一码是一码。那你看你找了，我还得给你找零钱。行，不用找，那个剩那钱2块钱，那个买个梯材。行。满多，还要那号吗？还不抓紧点，上学都晚了。收个水电费还在那叨叨半天，
你看那狐媚样，你比人寒碜。说什么呢？当着孩子，就说了两句话。那你想说几句啊？你进他被窝算了，你。摔谁呢？你也摔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拿住。没劲。我跟你说啊，听到没有？啊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今天厂里开工资吧。哪次少给你拿回来了？不给我，你给谁呀？又来了。出去啊！出去。大爷，早起了，啊，该交水电费了。啥？水电费。啥太贵？水电费。水电费。哎。找彪子去啊！你说他整天不在厂里，我上哪儿找他去？也不说回来看看他爸。说什么呢？彪子，阿佳，咱不许这么糟蹋人啊！爸，啊，还认识我，没白当你儿子，当了个当。今天零下2度，当了个当，又霜冻。大家，当了个当，还在厂里当铆钉呢。现在这个年头，你得学会与时俱进。是，我是没法和你比啊。彪子，不是当哥哥的说你，你就是再忙，也应该回来看看你爸。哎，行了，咱甭提老话了。我跟你说啊。我平时都是和时间赛跑，要不你帮我劝他，大杨老袁，你什么意思？把你爸交给我，我告诉你，他可是你爸。得，咱打住。我每句话都是成本，多说一句都是浪费。那行，你先把你爸的水电费交。那水电费。够吗？哎，我得找你。哎呦，多余的，算你的辛苦费。别，按规矩办事。我们厂是给市里做过贡献的老厂，可不知什么时候却成了污染大户。为了城市的蓝天和泉水，又做了回牺牲，停产转产。这不，我和我的工友们在家里待业了大半年了。快点！戴迎新，张永军，玉炳坤，小贾，于孝亮。我跟你说啊，培训班的名额报上去了。韩富，有，真的，可别嚷嚷啊。恒新。哎，小贾，新设备的岗位很有限，我可替你说了一车的好话啊。谢谢张姐。你的工资啊，我也替你领了，你点点。点什么呀？400块钱，光吃面还差着醋钱呢。看你，你也学会发牢骚了是吧？哎，水电费都收齐了吗？收齐了。我马上要去开会，
你把他呀交到管理科去，记住啊，别忘要收条啊。放心吧，大姐。那个内三八床。再不交费就要停药了。你这钱哪来的？收的，怎么了？假的。假的？不可能啊！怎么不可能啊？啊！拿拿拿，我看。看见了吗？这是我收的邻居的水电费，能是假的吗？那这是假的吗？啊，这能造假吗？那万一是坏的呢？怎么可能是坏的呢？下个手告诉你，你找周书记说。你找谁说？我也不怕。哎呀！这啥大不了的事儿啊！啊，你扯着嗓子嚷嚷，怎么一点也不注意影响啊？他说我这是假钱，你说我冤不冤？这钱真是收水电费收上来的？真是收上来的，我自己能造钱吗？小贾，我收了这么多年的水电费，可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。要真像你说的，咱可得去派出所。大姐，我身上从来不装整钱，不信你问我老婆去。好好好，小贾，咱们都是工人出身，做人要诚实。这也就是你，要是换个人，我早就报派出所了。这个现在社会多复杂呀！啊，你是个有文化的人，咱可别为这点事儿惹麻烦。找死啊你！哥，忙着呢。啊，没。帮我看看。假的。贾哥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别误会，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就让你看看这张钱是不是你上午给我的。不是，你怎么这么肯定啊？我昨天刚盘点结了账，我那一百上有我记的数。哎，你要不信，你把早上收的钱拿出来看看，肯定有一张是记的数的。就是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我知道这钱和你没关系。就是嘛，贾哥，你说我就这么点店，要是真钱假钱都分不出，我还不得赔死啊？就是就是，那我去找别人。记准那钱号，别和兜里的真钱混了。啊啊，对对对，我走了啊。426903，没错儿。服了吧，哼，这就叫实力。蹭蹭的，这手怎么了？
拿着。走吧。先生，您上我们这儿来过吧？怎么，刚来过就把我忘了？哎呦，真不好意思，您瞧我这记性。好了，您贵姓来着？老板，我姓龚。啊，龚先生啊。哎，别叫我龚先生，叫老龚就得了。哎呦，瞧您，您可真坏，要不我就叫您公公得了。你可够狠的，这就把我淹了，小嘴真了。哎呦，得了吧。哎，这儿呢，干嘛呢？赶紧招呼人进来呀。哎，先生，那剪发啊，还是刮脸啊？来，进来，我们打八折了。师傅刚广州来的，来来来。哎呀，别客气了，来，进来试试吧。啊，快快快，来来来，先生，来坐啊。坐会儿，坐会儿，洗个头。我哎呀，别动！哎呀，我不洗头，我是来找弟妹的。快，很快，很快啊！弟妹？什么弟妹啊？谁你弟妹啊？我姓贾，我来找彪子，和他一个厂的。找他呀？他那些狐朋狗友一窝一窝的，我哪记得住这么多呀？你上这儿找他，这儿没有。上别地儿去吧。不是，你先别抹，我就想问问彪子现在在哪儿。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他揣着我那20000多块钱的存折，跑得连人影都不见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还找他呢。哎，我说你们厂都出些啥玩意儿，简直没一个好东西。不是你消消气，我不找他了，行吧？你爱找不找，关我屁事啊！再说了，你叫谁弟妹呢？你趁弟妹吗？你赶紧走啊！走啊！赶紧走啊！行了，别在这儿给我添恶心，走啊！你废什么话啊？啊！叫你赶紧走啊！你走啊你！别在这儿给我添堵，你赶紧走。这是他地址，回头你见了告诉他一声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，不跟我把账算清楚，想离婚没门儿。谢谢谢谢，谢谢啊。不给我发呗，不痛快，不伤到希望我不卖，死了都不卖，死了都不卖。来，看个好啊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嘿嘿啥呀，有毛病啊，挣钱挣疯了吧，想跑我这儿发神经。你算说对了，琳琳，这回哥可挣大发了，每天一睁眼这数。什么叫臭显摆知道吗？就说你这样的，哎，有本事你赞助我，让我开个大超市啊。这事儿不是不能议啊，但是你得拿出点诚意来，让哥高兴高兴，是吧？我呸！实际，琳琳，想不想叫哥在股市上给你指条道？来吧，快点！真的假的呀？又吹！真的？那不信你试试，赔了算我的。Thank you.
先生，你找谁？啊，我就找这个公司。请。多少多少？哎，哪家公司 ？AB 有呢，怎么？电话号码？不清楚。哪个房间号你也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对不起，先生，请你出去。东森，东森。我说这。老公，生日快乐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晚上有加班。嗯，别等我吃饭了。好，再见。喂，高师傅，我是贾，贾午时三车间的。哎，我想问一下彪子在哪儿呢？李子，对，我是贾师傅，我找彪子。你也好长时间没见他了。马师傅，我是贾午时啊，我想问一下彪子现在在哪儿？哎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哎哎哎，有完没完？马上，快点！你们现在，哎，钱钱。哎，哥们儿，干嘛嘞？哎，晚上喝酒去啊！彪子，哎，彪子，彪子。哎，停车！哎，哎，给我打电话，记住了。满东，爸爸，对不起啊，爸爸来晚了。嗯，走走走走。放学了，家长会了。别催了，下班了，家长。啊，有钱一定给你买，一定要买。股票有，大爷，大爷，彪子电话你有吗？什么？彪子电话？哦，变卦。谁变卦了？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每日财经。没事没事。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等了个等，今天股票又看涨，等了个等，想挣钱的抓紧忙。其他的事都是小事啊，厂里挺好。谢谢。你回去，你回去，一定要。你回。大明天过来。走走走，好点，好点。嗯，回来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妈怎么样？还那样呗。哎，啊，工资领回来了吧？啊，领回来了。
哎，不400吗？怎么就剩300了呢？啊，那什么？哪什么呀？你又编，又乱花钱。不是，你不还人六子100吗？你什么时候管他借的钱呢？你看你忘了，你上个月那个谁他妈有病的时候借人600。我还合计着呢，还就还吧，早晚都得还。让你写作业。爸，这电话打不通吧？别打了，电话我给掐了。我说我贴的广告没回音呢。电话没掐也没看有人找你通下水道，要不就是你干了见不得人事把钱花了。我要给同学打电话，我们都说好了的。写作业去，孩子打什么电话？你们厂的新设备什么时候上啊？有你份儿吗？有，张姐说了马上上，有我名额。张姐说？嗯。可那么可靠啊？凭啥帮你啊？凭什么帮我？我不是大专生吗？拉倒吧，大专生。现在大专生跟没文化有什么区别？人家说什么你都信，把你卖了还帮人数钱呢。人家张姐不是那种人。啥关系啊？你那么相信他？咱吃饭行吗？吃饭？你要是下岗了，咱家就喝西北风去吧。6903，嗯，你啥卖的？这是卖东西看人吗你？不是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是规矩啊，大小搭配。规矩？规矩个屁呀！我说有这么大的吗？东西可买可不买，咱可不能骂人呀。谁骂你了？你这不是耍泥腿吗？我是你才耍泥腿呢！哎，想占便宜直说，甭在这唠粗话啊！你这号人呢，就欠城管收拾你。去告去！哎，有本事，去告，去告，去告去啊！你马上不敢告吗？哎，那么的，你去，你现在就去，去！哎，不就这么点小事吗？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啥叫不至于啊？把这小的都卖给你，你愿意啊？不是不是，你为了这水果，生不了气不划算。管你什么事儿啊？用得着你废话？你看。我那意思，你是来看病人的，你生一肚子气，知道了吗？
多管闲事儿。什么人啊，贪便宜贪惯了，欠教。你这做生意啊就不能生气。哎，这苹果怎么卖啊？三块一斤。那我要了。哼，这人跟人是不一样啊。哎呀，都像您那么理解人，我这生意就好做了啊。16.3。啊，给我便宜点。好，就冲你的为人，就15块。看看您，您挺好吧？哎，还行，还行啊。啊，哎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周书记啊，本来我早应该来看您，你一直瞎忙，也没抽出时间来。我老婆都跟我急了，说周书记天天关心我们，我们也应该关心您呐。哦，你是小贾同志啊？周书记记性真好。哦，对，我想贾五十，三车间技术员，贾师傅。啊，我想起了。哎呀，你看看大冷天你还跑来看我干什么？你看，其实啊，我也没有什么大病，啊，就是这天冷了，哎，有点着凉。周书记，来，请坐。周书记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小贾啊，最近挺好的吧？挺好。就是。等着新厂开工，上新设备呢。好，哎呀，小贾啊，你们三车间是我们的样板车间呢，为我们厂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新设备上来以后呢，哎，你们还要发挥过去的老精神，啊，还要争当排头兵才是嘛，啊，就是就是。哎，小贾同志啊，你进厂。有10几年了吧？15年，整15年，那也是老同志了吧？啊！哎呀，对厂子了解，有感情啊。新岗位就是要考虑把你们这些同志推到第一线上去。我在单委会上已经说过好几次了。谢谢周书记，谢谢周书记，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。人都找了好几个病房了，你把我们医疗秩序都打乱了。我看看。你到底要找谁呀？一会儿你配合我们的工作。先生，哎，就是他。哎呦，兄弟，兄弟啊，真对不住，你帮俺评了半天理，你俺愣把账给算错了，少找给你1块钱。哦，应该的，应。啊？不应该啊？是不应该呀、啊！俺常在这卖水果，这样的人家都俺都认识俺，你俺可不想落个坏名声啊！啊，对不起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这大哥真仗义。哟，我们小贾师傅啊。他非常有正义感来。那个，哎妈，这儿行吗？再往，哎别动。哎呀，好儿子，你是真给妈争气呀、啊！晚上妈给你炖肉啊。妈，学校让参加冬令营，得交钱。冬令营？哎，交多少啊？100块。妈。只有优秀生不去，啥生都不去。老了这几个月，出院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家里那么拮据，你当你妈会花钱呢？那个，明年妈准让你去，啊，去去去，复习功课去吧，去。谁呀？啊，嫂子，是我小马。哎，嫂子，有事儿啊？贾哥不在啊。这是他让我给他带的彩票，他让你给买的，啊，你看他老是买一个号，这说不定啊哪天真中了。干嘛呀？至于吗？
大哥。嗯。大哥。哟，是你啊？咋样？吃的好吃，再买点。这个。一会儿剩两回熟，想买点啥自己挑，我按便宜价格卖给你。大哥，水果我就不买了。是这么回事儿，我想给这个医院的医生送个红包，给人零钱不好，我想把那100块钱换回来。就这事儿啊？大哥，换一张吧。娴静，办啥行？新票子。大哥，我自己挑，自己挑。来，我说兄弟，这钱都一样的，你自己挑，这一张能当两张用啊？大哥，就这一张，就这一张。这是找的钱，你点点少没少？哎哎，对对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人有病啊！满都这么早就睡了，咋回事？啊，这小马送来的吧？你说呢？不是，我就想试试运气，你万一能撞上了吗？桃花运呢？财运呢？这又说什么呢？这。你想哪儿去了？我就是想撞撞运气。撞几回了啊？没撞几回。没撞几回是几回啊？能说句实话吗？那行，以后不买了。买，接着买，不买拿啥瞧人笑脸？你说的什么话？人话！我告诉你，贾五十，从今天开始一分钱零花钱都没有。你们别吵了，不行吗？我说好事啊，上榜了，天意又稳又降了。做好事啊，上榜了，天意又稳又降了。当了个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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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了个当。我跟你说的事儿，你别忘了啊。哎，听见了。帽子呢？一天别老待着。想想有啥挣钱的路子，一个大男人自己也不觉得窝囊。跟爸爸再见。爸爸再见，别忘了下午来接我。谁让你在这乱贴的了？嗯，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这个是你的杰作吧？不是，还嘴硬？
罚款200啊！给他开罚单。要么就把这面墙铲干净吧。我还是铲吧，我铲。给你铲子。哎，大姐，咱们这儿招服务员啊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这不写的招18岁的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忘记铲，铲吧。有礼节吗？大爷都什么点了，还有礼节啊？没了。没了。大妈，这块肉好，这块肉新鲜，你看。这是新鲜吗？哎，新鲜，你看。那新鲜你怎么不买啊？你是托儿吧？不是不是，我也是买肉的，我买骨头。嗯，这块好。成成，这个要。这个。对，有嘞。哎，3斤2两5，3斤3斤，22.4块。别试了，这个整数得了，这得嘞，听您的，22。哎，正好。20。你看这块比刚才那块还好，你回去做个红烧肉什么的，肯定香点。好，你怎么不买啊？不是，你真我干嘛？那干嘛？道士啊，您要是不买，别老捏来捏去的，行吗？不有个先来后到吗？怎么？给您称称，真好这个肉。行，那就要这个。哎，给您算30块钱吧。好。哎，您拿好了。正好。哎，这肉好。哎。刚才那块肉真好。您要点什么？啊。我要3斤骨头1斤肉馅儿。2斤8两行吗？啊，行。2斤8两，1斤肉馅儿，一共17.2块。17块钱得了。行啊，17，给您。找您80。您给换换。这钱，这钱不太好使。这钱，找您83啊。大爷，那这书是处理的吧？怎么卖啊？我右手那边的5块，左边这些啊是8块。啊，那，我买2本。你还是给我零的吧，啊，要不你去换换。这钱还有味儿啊。你别生气啊，我不是为难你啊。要是万一出个错，我这个把月的日子那就不好过了啊。哎，你多包涵多包涵，你去换换啊。
六子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害怕什么呀？干什么亏心事了吧？你心里憋着坏的吧？我要是坏人，这世上没好人了。哎，贾哥，你听说了吗？咱们厂这次搬迁完了，就剩新设备。你怎么想的？不打算竞争再上岗？当然想了。哎呀，我是不行啊，我正经本事是一点都没有。我出来混呢，倒比在厂里憋屈着强。你不一样，你是有文化的人。我算什么文化人？就是多读两本书，不是个文盲罢了。那也比我强得多。贾哥，我最近啊，手头有点紧。你要是手头宽裕呢，你就那个什么什么，你就……六子，不就是那100块钱的事吗？我今天没带。你这不还在手里捏着呢吗？六子，刚才的事你都看见了。这，你要想拿着，你拿着吧。哎，贾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认倒霉呗。我不招了。你不招聘吗？我够了，不要了。那你们招多大？这不写着呢吗？我一个年龄段我们不要。那你们要多大的？要别推我。不招不招吧，你推我干什么呀？什么好饭店呢？你走就行了。这课就上到这里，下课。小文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下期我不来了。下期就要比赛了，你不来多可惜啊。姥姥住院，家里没这么多钱。那我可以借给你啊。回家吧，不用了，我爸爸来接我。等会儿给我打电话，拜拜。文东，爸爸没来晚吧？快上车。爸，手工老师让我们交作业。好啊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做个风筝。风筝？嗯。那好，爸爸帮你做一个飞得又高又漂亮。同学们都喜欢的风筝。好，哎，小子，啊，我借你自行车行不行？行，小心点闸啊！哎，我骑慢一点。嗯。文东。哎。刚才过去谁啊？彪子叔吧。谁？厂里边那个。彪子，干嘛？哎，我手机有事，我还有事呢。哎呀，我，哎，你看，干嘛呢？这是，我还有事呢，你看。
在这儿呢，你爸呢？我爸去追彪子输了。追彪子？下下下。嫂子，你在家呢？我贾哥呢？嘿嘿嘿嘿嘿！你这是玩的哪一出啊？啊，这个拍美国大片呢你？啊，老贾，我知道您那钱的事儿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手里边从来不过假钱。彪子，我没冤枉你，那100块钱就是你的，就是你交水电费的，别人都给的小票，你给的大票。那这么着。你把那钱拿出来，我看看。如果真有是我的，我就认了。哎，一直在口袋里呢。老贾，我这儿还满屁股事儿呢，不就100块钱吗？你至于吗？行了，得了，就这100块钱，我给你。算我倒霉，不是算你倒霉，那100块钱就是你的，要不然我能满大街追你啊？你这怎么说话呢？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认了。你把假钱拿出来我也不认，你凭什么说是我的？有证据吗？不是说凭什么，他本来就是你的。这越说越来劲是吧？那行，咱别在这飞吐嘛，你把假钱拿着，咱们到公安局法院去验手印去。如果手印是我的，我赔你1000。哎，不，彪子，同志。啊，那个什么，我找他有点急事儿。你有急事儿也不能违反交通规则。我。还是你要那号。啊，哎，我今天没带钱，你先拿着。哎呀，你看你多较劲儿啊，多大点钱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钱的事儿一定说清楚。你先拿着，来。哎呀，干嘛呀？至于吗？2块钱也叫钱啊？买个鸡蛋包还不够呢。不是，你先拿着。不用。哎呀。哎，我去，我。这干嘛呀？至于吗？我问你。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这哪跟哪儿啊！我就让他买了个彩票。我没工夫跟你说那狐狸精的事儿，少给我装糊涂。我装什么糊涂了？你还装呢？我撒的是哪门谎啊你啊！我撒什么谎了？咱有话好好说行不行啊？少来这套！我告诉你啊，是不是你说的？你把钱还给小六子了？是不是你说的？六子来过了，我问你呢。你说这个六子，这着什么急呀？我又不是不装疯卖傻呢，装疯卖傻是不是？你快说，钱放哪儿去了？花哪儿去了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那钱。陈泽鹏到。8765550。贾满都到。426903。
一看你就懂行，清末的民国。咋的了，贾哥？跟谁啊？跟你。你真行，你。跟我？我招你惹你了？哎呦，坏了坏了！是嫂子说你了吧？你说呢？哎呦，对不住，贾哥，我原本真没想上你们家去。那什么，不是刚好路过吗？然后你又没在家，这事儿闹的，这我就看见嫂子了。你先给我打个电话呀、啊！我打了。我不打我还不去呢，我不停打，你们家老没人接，我不着急吗？我以为你们家出什么大事儿了呢。贾哥，难为你了啊！我真不知道你有这么难，我要知道你有这么难，我说什么也不能上家里去啊。谁说难了？就是你在这儿叨叨，不就是100块钱吗？我又不是不还你。我知道。贾哥，我跟你说句真心话啊，你要是厂子里竞争上不了岗，你就过来，咱哥俩一块干，保证你饿不死。我没说我能饿死，不都活得好好的吗？哎，你这儿还行，那我陪你一会儿。哎，师傅，你能修下水道吗？能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快跟我走一趟，我家那下水道啊都水漫金山了。行，快，六哥，我先去了啊。开张了。贾哥，哎呦，贾哥，我找你好几次了，满都学校来电话，让你赶紧去一趟。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挺急的，赶紧去吧。小宝，哎，你帮我看一下啊。哎，他比刘翔窜的还快呢，当了个当，当了个当，当了个当。这张呢，就是贾满都同学交上来的钱，不会搞错的。为了分清楚责任，我们把每一个同学交上来的钱的号码都做了记录。贾师傅，我们叫您来呢，本来就是想搞清楚这张假币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我们也跟满都同学都说了，这种行为啊属于欺骗。可是他呢，死活不让叫您来，还一口咬定这钱是从大街上捡来的。就是我捡的。您看他这态度。贾师傅，他这才多大呀，就不说实话。我说的是实话，就是我捡来的，跟我爸没关系。带着。这钱是怎么到你手里的？捡的。说实话。是捡的，从你兜里飞出来的。那你为什么不给老师说这钱是从我身上掉的？为什么给老师说这钱和我没关系啊？老师说拿假钱的都是骗子，我不想让老师说我爸是骗子。Thank you.
警察没办法，你也没办法呀！啊，你就那么好欺负，就那么好欺负你啊！啊！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他不是误会吗？误会个屁！他怎么不误会别人啊？你就忍心让孩子在学校抬不起脑袋了啊？你是当爸的吗？你配当爸吗你啊？啊！你别生气，我跟你说。报警了！报警什么呢？快点！妈！哎，不是，你别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。走吧。你别这样，这。别这样什么？你说现在家里都指望上你啥？下来。指望上你啥啊？一天晃晃悠悠的啊！家里家外全是我的事儿，全是我的事儿啊！什么都指不上你。我也想挣钱啊！挣什么呢？你什么挣不了了啊？挣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贾五十，你要不给我和孩子把冰箱买回来，就不要再见我们娘俩，听到没有？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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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什么话好好说，走什么走啊？下来，装什么好人？给你腾地儿。干嘛呀？至于吗？来，贾哥。算了。回去跟嫂子认个错，说句软话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没用，你嫂子那个脾气你就不知不知道，都是那个假钱闹的。那假钱真是彪子给的？你反正到现在，我想不出第二个人来。走。跟我走。干嘛去啊？你甭管。不是这鱼，不吃。要的幸福，像美丽花火，如星星闪，颜色黑呀呀黑。那个冷，那个冷。琳琳，听哥的话，发了吧？切，发什么发呀？才一个涨停板。哎呀，我那妹妹呀，那得多少个涨停你才高兴呢？哎呀，这小手长得，死不要抢，少没正经。啊，行，我现在就跟你说正经的，想听吗？彪子，彪子呢？干嘛呢？这是，狗爹来了。嫂子，我找彪子。找他上别地儿找去，我这儿哪有、啊？哎，别理他，哪舒服，让他上哪待着去。我又没跟你说话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搭什么茬啊？嘿，和谁说话呢？别杠啊，够个儿啊，不怕见血咱就来。别停了，这样。警察同志，这是个误会，是个误会。怎么误会的？说清楚了。不是，我们不是打架，是吧？老贾，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啊，六子，怎么回事？走，怎么打起来了？你们？走，干什么？你们这是？我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原先是一个厂的，一个车间。关系还都不错，这没仇没冤的，你说他们这是干嘛？是误会，真的是误会，是。哦，那好，那就看人家发廊有什么要求吧，该怎么赔你们就怎么赔。不用，不用赔，那个看看多少算我的，行吗？你倒挺仗义啊。一般般。李所长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。老贾，六子，我走了。
我马上回来。哎，彪！谁进来？吃了吗？张姐，这头怎么了？没事，摔了一下。酒喝多了吧？你不能这么个喝法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有事吗？是这么回事儿，接到来通知，考虑到你们家的实际困难，给你爱人找了个清洁工的工作，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做。他没在家。回来我问问他。好，你跟他说啊，工资呢是少了点儿，可这毕竟是社会和组织的关心吧。对对对。还有啊，厂里的培训班要发榜了，你放心，你有戏。谢谢。那就这样，我回去了啊。张姐，我不送了。你别喝那么多酒啊。做的好吃。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奇心。哪儿来的？同学给的。同学给的？谁这么大方，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？是小王给我的。不行，你去问啊。满多。虽然爸爸现在没有钱给你买这个，但是做人一定要诚实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还有，上次那事儿不长记性。你那钱是自己掉出来的。掉出来你应该给我呀。可你那钱是假的。谁说是假的？不准哭。贾哥。来了。贾哥，关下门。今天啊，我馋饺子，就包点给你们爷俩送点。满多，快拿碟子，拿醋。都吃完了，快。看看你们都吃的啥，满多。满多啊，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快，去拿碟子去。你有啥过不去的，你也别为难孩子。他还小，没什么过不去的。你坐。满多，快坐来吃饺子。来，给阿姨。留着阿姨包的饺子。好吃吗？嗯。吃出是啥馅的吗？谢谢阿姨啊。谢谢小马阿姨。谢啥呀，你们邻居的这么见外。不，你那些什么。谢。你说你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。要我说啊，你就先给嫂子认个错，道个歉，你先说句软话。其实也不怪你嫂子。我现在工作没着落，满足他姥姥呢也在医院里待着，加上你嫂子性子急，唉，说白了，还是那100块钱假币的事儿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说就这么点事儿，你犯得着自个儿难为自个儿吗？有啥难处的，你说句话。没难处，
真的没难处。那就好，打起精神来，这日子啊就得好好的过。吃饺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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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喽，爸。好。陈蚂蚁，哎呦，谢谢。小贾，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张姐，你听我。你说你都干了些啥事儿啊？啊？让你收水电费，你弄出个假钱来。听说前几天为了张假钞票和人家打起来了，还进去了。原来你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我为你说了多少好话呀，为了这事儿还搬动了周书记，让他给培训部门打了招呼。可你呢，你是不是也太不争气了？张姐，你误会了，这钱我误会不误会的没有什么关系，可人家有人把你进派出所的事儿反映到厂里来了，你说让厂里咋看你？换了你是领导，你说你咋处理？小文，我爸爸不认我要变成的东西，我又不是别人，我们是好朋友啊。那也不行，满都，你不把我当好朋友了？不是，哎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你可别告诉别人啊。什么事啊？行，前面这个病房就是。周书记，找谁呀？来看，闪闪的对应的应该是对，非常好。对不起啊，李老师打扰了。满都怎么了？是这样的情况，你看满都第一节课还在这儿，可是第二节课就不见了，学校也到处找，这不才给你打电话，你看看他是不是回家了，或者去别的地方满都，满都，像股市啊，恋爱叫选股，订婚叫建仓啊，结婚叫成交，生孩子叫配股啊，超生叫增发，分手叫割肉啊，离婚叫解套。你毛病越来越厉害了啊，少来我这发神经。妹妹，跟哥西安旅游一趟，吃喝住全包，还给你当司机。
你呀，长得一副缺德样，做梦去吧。你说你坑谁，你也不能坑贾师傅啊。什么？我坑他？我坑得着他吗？我坑他？我那张假钱怎么回事？你缺德啊，等遭报应吧。这什么什么假钱假？哎呀，这是老天爷呀！我彪子，我要是坑坑。说一声呢，谢谢啊。请不请？满都已经吃过饭了，你的饭在锅里，自个儿热热。不用，那个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冷不冷啊？你跑哪儿去了？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我想找我妈。上哪儿找你妈呀？医院、姥姥家，我都去了，都没有人。你呀，这多危险啊！你让车撞了怎么办？你丢了怎么办？爸，我以后不敢了。在家呢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妈怎么不在医院呀？我在乡下呢，那天从家出来后到医院去了，刚好临床的说乡下有个中医有偏方，我就带咱妈过来看一看。你怎么不打个电话？多让人担心啊。那啥，这两天降温，你给孩子多穿点儿。还有啊，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别老对付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哎呀，行了，你让孩子接一下电话。满多，来，妈电话。妈，我想你呀，你在哪儿呢？儿子。妈也想你。Thank you.
满都同学二等奖。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李老师从小云同学那里知道了真实情况后，当着全班同学和家长的面向满都道歉了。激动的我一宿都没睡好。你好，大爷。你能说啥？中奖了，中大奖。谁中奖？你们中大奖。我们？多少？大奖，100万。100万。嫂子。你说什么？小马阿姨知道彪子叔叔去哪儿了？那不早说呢。马林，彪的地址你知道？我知道，他去西安了，要一个礼拜才能回来呢。我借你点钱，你把地址给我，我上西安找他去。我去西安找他干什么？你傻了你？这钱不要了。玉兰，这是一个人的名誉，我必须去。张姐，回来了。累吗？满都挺好的。问你累不累？不累。知道错了，改了就是好同志。我看这假钞票的事儿啊，你就认了吧，免得让人家笑话。这老话说得好，不知不为过，人哪有不犯错误的？是啊是啊。彪子，我看这事儿你认了吧。认了吧。哎，彪子。妹妹。出卖了我，你呀，活该！大家静一静，听我说两句，听我说两句。首先呢，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。下个月开始，咱们的旧城区改造工程就要开始了，大家很快就会搬到新楼房去住了。还有，咱们厂的新设备马上就要开工了。我说两句，我佩服老贾，真心话，服他。他为了100块钱。花了3-4千块钱的路费，还得搭功夫，硬是把我从西安缉拿归案。这种事儿，除了傻子，只有老贾能干得出来。老贾，哥，对不起。哎，彪子，不怪你，不怪你。咱说句实在话，这100块钱。让谁摊上，谁都觉得窝囊。
我说句丢人的话，有好几次我也想把它换出去，这就是那100块钱，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赶快把那折腾人100块钱拿过来，我看看吧。挺像真的哈，不跟真的一样吗？啊，还有人头，你说这，拿了真药也没用，给他烧了算了。钱是真的，真的。得，这下我清白了。这钱是真的？是真的，因为钱的识别标志破损，普通验钞机是无法辨别的。这是真的，这。那笔奖金呀，大家各抒己见。彪子劝我炒股票，六子拉我倒古董，我媳妇要开个快餐店，专招下岗姐妹。我嘛，还是听媳妇的。这会儿我俩有个打算，拿出50000元来奖励小马，因为没给钱，人家小马把中奖的彩票留下的话，我也说不出啥来。厂里知道事情的真相后，增拨我进培训班。谢绝了，我要凭着真本事和媳妇儿把这生意干红火了。真的假不了了，咱姐长了草了，当了个当，当了个当。